好了，我来关门。好，这个卡手出个车也不容易啊。8月19号下午马上2:20了，大家好，我是飞猫，现在准备去装货。这个货本来昨天要装的，但是昨天没做出来，叫今天下午去。那现在准备过去了。这个在粉丝家买的安全带护肩套，我现在把它装起来。这个皮质的，来。这个蛮柔软的。这个粉丝前两天私信给我说，大概在我800多粉丝的时候就关注我了，说想送一套这个安全带护肩套给我。我说太客气了，那个你把店铺名发给我，我到你家买一套吧。这个毛刺不要伸得太长，会刺到衣服。这毛刺啊，我装反了，大哥，应该这样，这样了。那你先稍微弄，等一会儿我来。这又弄错了，这个弄下来。挺软的，哎，蛮舒服的。嗯，这个皮质。在这里感谢这些老粉丝一路的支持和陪伴。走了，装货去了。窗帘洗好挂起来，最后一灯了。一车货装完已经是5:30了，现在等着过磅出厂。要坐船喽！哦，让我放到右边。船速够不够？哦，差不多。后面那个船开了。
看看我们如皋港的码头。右前方这一片就是荣盛重工的厂区和岸线，要6公里了，太可惜了。对面就是张家港。晚上呢11:20了，到了嘉兴的目的地。这个从我们如皋港出来，走高张气度过江，这是最近的路线。但是高张气度的费用小贵，要140块钱有这个车。关键这个沪疏通大桥的南通西收费站不给上，九华又封掉了，那我们必须绕到西通高速的平朝北才能上高速，这样一圈兜下来又多跑了10几公里。从高张气度过江要140，走苏州的北桥到嘉兴东高速过来是140，这样花了280。从沪疏通大桥的南通西上高速到嘉兴东全高速以前只要300块钱。也许这个沪疏通大桥的南通西收费站不给上，这是对高张气度和通沙的一种保护而已吧。已经快一个月没到嘉兴来了，上一次是7月23号晚上来的，后来24号因为那个第6号台风烟花要来，那天拉的那个快运回南通了。清楚的记得订货的时候他答应我1个星期付款的，现在马上快1个月了，这个运费还没给呢，有空催催他。好了，现在洗洗赶紧睡觉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